孩们可以动手尝试一下这个发型，真的非常适合妈妈们，非常的端庄，是不是？而且它的步骤其实整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就头发分成两份，一份做成了一个大髻，然后另外一份在这里做了一个环。就是这种妈妈的发型，其实越简洁大方，其实是越好看的。不像这位小姑娘，头上一环又一环，是吧？一环。对，还有这几个头发，这个发型真的非常的值得你们去动手尝试。想要知道小 P 这个发型是怎么做的吗？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接下来的视频动态，接下来一定会有一期会放出这个发型的。